真蠢，事到如今我是谁你都不知道。你跟汪彪是一伙的，你这个狗贼！哼，你想活命吗？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马上就放你走。我可是郡主，你竟然敢绑架郡主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、目无王法！你快把我放开！我既然敢绑你。 当然有所依靠。叶灵霞到底是谁？说！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说！叶灵霞到底是谁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啊！ 你来干什么？你快走，别管我，动不了我的，我可是郡主。叶灵霞，我看你白天有几分能耐。你我之间的恩怨。 与他无关，先把他放了。放？那怎么行呢？只有他在，才会更有趣啊！ 是个见不得光的东西啊！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！放开他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些人呐、啊，他就是贪心，明明坐拥着将军，别动！ 却想做万人敬仰的大英雄，哎，这就是你喜欢的人啊！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小人。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啊？呸！你哪儿都比不上他，至少没三十，永远不会趁人之危。我只知道成王败寇。现在这里。 我说了算，<笑>有始有终。
悉听尊便，只要你放了他。哎呦，你梅三少还是个情种啊！你放开他！如果你现在死到临头了，以后郡主，别动！以后郡主就让我来照顾吧。你敢！司徒令，你要是敢杀了梅三少，你的死期也不远了。啥？不不不不不！我好不容易抓回来的，怎么能轻易杀呢？我要折磨他，那才够爽呢。你这个变态、疯子、伪君子，你有本事杀了我呀！我们谁也不会死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最理解你的人也是我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我可以留这小子一命，可是以后你要成为我的女人。如果你放了他，不要相信他。说话呀！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杀了我们吧！杀了我们，我们两个也好永远在一起了。杀了你们，把你们所有人都杀了！